完整版视频尽在氪金完整版。哎，遇到一把闪电啊，直接锁你，揍了揍了揍了。然后他这个阵法为什么是这个阵？他都不要速度的，好有自信。除非像我这样的，我觉得带一个烈火阵比较合适啊。啊，嘲讽免疫，我擦，完了完了，迪克嘲讽失败了。啊，风也失败了 ，nice， 能不能直接把他砍死？啊，变形！我操，大哥！好，这个只能给我的宝宝上个黄盾了。他直接砍我，他是直接奔着我来的，想把我搞死，没那么简单。来，世界屏障，给我宝宝上一个。我知道他这次要嘲讽我的宝宝了，看我预判的对不对？哎，他锁敌，哎，嘲讽失败了，对吧？一步降一物，到我回魂了。砍他雷雪呀，怎么砍艾利克？好，砍了17000的输出也不错了。宝宝杀了他。好啊，闪避，他妈在逗我。雷云风暴，我杀了我的萨维。我靠，魔法连击了，这他妈凭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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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只能吃药了呀，不可能给自己解，解不了的，只能吃药挺到下一回合。我就要把他这个闪电锤死，加12000血量根本不够用的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是会打自己人啊，这个会打自己人，我痛。就是对面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我痛。哎，杀了一个，哎，打了自己人，看他的闪电吧。好，我没死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，拼一下吗？直接拼，我觉得直接拼，直接拼对面，我砍死你的闪电，砍他丫的。嘲讽失败，我再死失败了，别嘲讽我了，来，有本事正当的拼一下，对吧？13000的暴击，一般般啊、哦，砍死了两个人。林风暴，哦，好的好的，他应该会继续嘲讽我，我透。然后嘲讽，哎呀，被嘲讽住了，哎呀，没有暴击，没了。然后闪现一个谁？虎将。哎，好，虎将可以召唤我自己了。你看虎将多能扛，现在是第五回合，热血加血了。来，帝王拳，给他的闪电搞一个，然后道具。复活，对吧？神游因子复活我自己，我这虎将是43000的血，够他慢慢打了。神游因子，对吧？哎呀，站起来又死了。我靠，我这虎将速度太快了，透他们家的机械之门不行啊！道具，再复活，复活一个萨维吗？我靠，这个好烦啊！他打我打的根本就不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人又被他打死了，我去你大爷的！我靠。我虎将是真的肉，但是这个速度太尴尬了，他要是最后放就好了。这虎将只能机械之门莽一下，看能把他莽死。反正打了他700，你看这纯挨揍，他也被打了。我劝你善良，换一个谁，换一个闪电，换一个熊猫可以吗？第9回合了，他又嘲讽我，你看这多变态。萨维能复活一个吗？不能。然后能再出来吗？不能了。好吧好吧，垃圾垃圾，这个人哎，很恶心很恶心啊，恶心的吐了。经典模式，我透。就对付一个这样的人，他运气好到这个程度，我就想不通。